主料，咸菜20克，豇豆200克，虾皮20克，辅料，油、盐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咸菜、豇豆、虾皮、姜末、蒜蓉、红辣椒，把材料切碎，锅里烧热油爆香姜末和蒜蓉，加入辣椒、咸菜、虾皮炒，再加入豇豆炒，炒均匀后，水分炒干一些调味，加入糖、生抽、鸡粉、蚝油、料酒炒均匀。炒好的豇豆，烹饪技巧，咸菜用水泡15分钟，因为怕太咸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